大家好，我是小雷。刚才我跟娟子去了一个，就是青龙县最大的装饰中心，然后去看那个衣柜去了。因为俺的直播间就是现在特别单调单一，想把这个背景给整一下，然后衣服看起来也有质感。刚才已经烫好了，一会儿都过来晾柜子了。而且，你那一句话咋说了？这几天都没直播。沉淀是为了更好的学习。现在去工作室等着那个设计师过来量柜子。跟他说了，他说可以做。这个他说不是实木的板儿，不是，是对，不是什么？这个板儿就这样的，可能有个高级版。柜子还是就放在这个架子的位置比较合适吧？柜子就放这个位置。桌多大？就桌这想坐不满是吧？坐不满。坐不满。就坐到这大概这个位置。中，可以。完了，暖气不包装。暖气直接贴入暖气就中了，把这个隐藏过它。这暖气有用吗？没有。没，一直没用是吧？对。冬天没用。冬天用。那你冬天你我当时不到包时候弄走，装？到时候弄走了，它冬天。你把它到时候都把它拆了是吧？对。All right, gentlemen, I want you to repeat after me, just how I do it. Ready? Rock d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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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a. Your turn. Another good time. D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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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a. All right, gentlemen, I want you to repeat after me, just how I do it. Ready? Rock d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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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a. Your turn.好，辛苦了哈，好。